大家好，早起，今仔日是咱的工作的落尾礼拜。我五望今个礼拜四礼拜，咱的明白咱伫上帝使命的角色，将我完成伊的使命。今仔早起咱的题目是无以福音做见效。咱的查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十六节，佮无以福音做见效。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，必叫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上帝的义正伫这福音顶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伫信，也教伫信，亲像经顶所记，义人的确因信得胜。让我用一个故事开始今仔早起的信息。这故事是关于一位小提琴手。伊个名是 Fritz Kreisler， 伊是一个真正出名的小提琴手。伊伫伊个音乐会甲伊个作曲赚真侪钱，但是伊真正慷慨，伊将伊个钱拢总去送互人帮赞人。伊去到一个社区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真正水的小提琴，伊看到是真正爱，但是伊个钱无够额，伊无通买这个小提琴。所以就离开这个社区，伊去找钱买这个小提琴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有够额钱的时阵，伊就去找这个咧买小提琴。伊就讲：“我钱伫遮，我要买这个小提琴。”但是这个咧买小提琴的，伊讲：“伊这个小提琴已经买去了，头一位小提琴收藏家买去。” Chrysler 就问讲这个收藏家的厝伫倒落。伊就去因厝内找伊，伊就讲：“你爱买这个小提琴无？我爱家己买来。”但是这位收藏家伊讲：“这个小提琴已经真正宝贵，我无愿意家买去。” Fritz Kreisler 就是真正灰心，但是伊未离开迄个厝的时阵，伊就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伊就问这位收藏家伊讲：“我未离开的时阵，你未将这个小提琴藏起来，永远无家弹，我会做。”最后一卖给弹这无，这位收藏家伊就讲会做，所以 Chrysler 伊就摕这个小提琴，伊就给弹出来。这个贵金厝就满了真暖心的音乐。这位收藏家就真正感动，伊就讲我无权利将伊留落来托家己。Chrysler 先生，这个小提琴是你的咯。请你将这个小提琴带去这个世界，托大家人我通听到一种水的音乐。兄弟姊妹，福音就是安尼，伊是一个宝藏，已经得了这个宝贵的物件，咱现在就创什么？就带去这个世界，托世界大家人我通听到这个好消息。但是真侪卖，咱拢为福音感觉见笑，咱真正拍摄团福音，托咱四周围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保罗写这本罗马书信，托怀点伫罗马城的基督徒，因真相感觉因信仰是见效的代志，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以安尼开始这本书信。保罗讲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做使徒，特派传上帝的福音，伊就是安尼开始罗马书信。保罗受上帝呼召，传福音托全世界。伊无为这个福音感觉见笑。现在你想讲，保罗为什么叫因唔通为福音做见笑？伫今仔早起的经文，咱会看到两个原因，为什么唔通为福音做见笑？头一个原因，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，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。伫第十五节。保罗则讲，伊愿意尽伊的力量将福音传予怀点伫罗马的人。十六节伊就阁讲，我无以福音做见笑。保罗伊安尼讲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讲，伊唔但真激烈会传福音托怀点伫罗马的人，但是伊真正骄傲会传这个福音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是为福音夸口，伊无以福音做见笑。这里见笑的意思就是排泄。啊，是以个人的见效，一个人若感觉见效的意思，就是伊的信心徛伫唔对的所在，还是唔对的人，伊唔对咯。这个物件，还是这个人，托伊灰心，托伊失望。
但是保罗讲，伊无为福音做见证，意思是讲，伊对福音的信心是无唔对，无确定唔对的所在。因为安尼，伊真正骄傲的宣告这个福音，伊无感觉见证，也无感觉排斥。在保罗宣道的旅程，伊为着福音，对犹太人、对外邦人，忍受真多的艰苦。伊全家托人对因的城市赶出去，伊托人鞭拍、舔脚头，甚至人爱给拍死，托人讥笑，托人感觉讲伊是愚公人，等等。但是无论伊忍受偌艰苦，跩无法通避免因无停的宣告基督耶稣的福音。保罗无为福音做见证，伊无容允跩反对阻挡伊。伊无停大打传福音，托四十位的人。保罗讲，伊为什么无为福音做见证呢？因为伊讲，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，要叫一切相信的。圣经无甲人讲，福音甲人讲关于上帝的带领，唔是，但是伊讲，福音就是上帝的带领，叫一切相信的。这个意思是讲，罪人该己力量。自己好行为无法通达到救恩，那是安尼，耶稣就无需要第十二个为人师。但是福音是上帝的带领，是只有上帝的能力无法通拯救人。保罗在伊家己生命中看到上帝的力量，看到福音的力量。伊以前是活在罪恶中，伊咧逼迫基督徒，甚至伊爱毁灭上帝的教会。但是伊在大马士路顶。拄到基督耶稣的时阵，伊的生命就完全改变，已经得到上帝的能力。在希腊文，这个能力是 dynamis， 就是在英文里这个 dynamite 炸药对这里来的。所以福音就是跟咱亲像诶爆炸的能力，我通带来予咱救恩。伊是上帝的能力，我通带救恩，托怀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完成的事工。这个力量是完全上帝的，不是我们的。因为救恩得到的荣耀也是属于上帝，不是属于人。请我们注意，保罗讲真正清楚，福音会带来救恩，托怀相信伊的。哦，这句话讲，福音不是主动托得个人得到救恩，但是带救恩托怀相信伊的。所以凡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第十二个完整的时间的好消息，因会得救。如果问你要得救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人不问您这条问题，还是您不问人这条问题，您是得救吗？如果你看答这条问题，救恩是在三个时期段完整的。第一，咱已经得救；第二，咱正在得救。第三，总有一日咱会得救。安尼什么意思？第一，咱已经得救，是得救脱离罪的刑罚，这个就是称义，就是当咱接受耶稣做咱个人的主甲救主，咱已经得救脱离罪的刑罚、罪的代价，咱无需要永远甲上帝隔离，所以咱已经得救脱离罪的刑罚。第二，咱正伫对罪的控制被拯救，安尼就是叫做正圣 （sanctification）。意思是讲，咱伫基督的生活，就是哪来哪成长，哪来哪认捌伊，哪来哪亲像伊。这毋是意思是讲咱袂犯罪，而是意思是讲咱愈来愈少犯罪，咱被拯救脱离罪的能力。第三，咱总有一日会对罪恶的存在拯救，就是当咱去到天堂，咱会得荣耀 （glorification）。所以有一日连罪恶就无伫咱生活中有存在。保罗继续讲，这福音本是上帝带领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如果问人，伊为什么安尼讲？为什么大先犹太人，然后外邦人？为什么不是太先外邦人了则犹太人？为什么无隆重丧事的拯救？答案是因为这个是上帝所计划的时间次数，是伫古约的时阵，
除了犹太人有几位是外邦人是信徒，但是上帝是主要拣选犹太人做伊的百姓，是因为安尼耶稣基督诞生伫这个世界是做一位犹太人。上帝拣选犹太人做伊百姓，按照伊主权的计划来完成伊的意思。但是对头开始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。在旧约时阵，上帝已经应允救恩，不是限伫一个国家，伫一个百姓。咱来看以赛亚书42章第六节：我耶和华凭公义呼召你，的确擦乎你的手，保守你，和你做正百姓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这个新约就是伫基督耶稣来所立的，所以福音是上帝伫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，带救恩都怀相信伊的。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拢发通得到救恩。如果问恁，恁是毋是为福音做见证呢？你是毋是真正派世界人讲关于耶稣基督？因为我甲恁讲关于一个罪，这个就是叫做无要讲话的罪。William Faye Share Jesus Without Fear 的册的作者，伊讲真侪卖咱无做好的见证，毋是因为咱做啥物，但是因为咱无做了啥物。譬如讲，你的声若错，啊是你手若错，啊是你讲的话无真清楚，啊是讲唔对话，上帝有缘法通用你所做的见证，但是上帝无法通用你的安静为伊做见证。你想歹咧，你有几摆应该着做见证，但是你无愿意出声。现在你惊互人拒绝，啊是你惊排斥，啊是你惊互人逼迫。你若竞选安静无讲什么，安尼就是犯罪。兄弟姊妹，福音是特地咱出力传托别人诶，这个毋是只是一寡你所相信诶物件，但是伊是上帝会改变生命诶带领，大救恩托怀相信伊诶。所以上帝若托咱有机会传福音，咱毋通排斥，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。大胆的传福音托人，兄弟姊妹，咱唔通为福音做见证，但是要真正满有热情传福音托人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带领，会带救恩托怀相信伊的。第二个原因，为什么保罗甲咱讲唔通为福音做见证？因为福音显明上帝的义。第17节，因为上帝的义正伫这福音顶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地信，也高地信，亲像经典所讲，义人的确因信得生。义人的确因信得生。这则经文改变马丁路德伊的生活。马丁路德是伫16世纪开始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，伊是作为罗马天主教的神父，伊是真正确保甲上帝和好。伊就出力，伊就祈祷，伊就无停一定做，但是伊心内无有平安，伊伫绝望甲痛苦中，就认不到上帝的圣洁甲伊的罪恶，伊无法通做到业，才无法通达到上帝所要求的义。所以一日，上帝显明福音奇妙的真理，托马丁路德，就是伫今仔日早起咱所在一节经文。这个人我通甲上帝和好，是遮着伊相信耶稣基督，伊着相信耶稣基督，伊才我通甲上帝和好。马丁路德伊讲，伊明白了这个真理，伊就点头时就得了救恩，伊就开始宗教改革的运动。这里义通常的意思就是道德顶正确还是正当的品质，但是伫圣经。这个意思是甲上帝面前正确的对站，也是甲上帝有好的关系，甲上帝和好。公义就是甲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情况。唔单安尼，公义的意思是公平、公正，是正直，也是符合标准。这个标准是啥物？上帝的标准就是绝对的圣洁。所以咱会做讲，咱若要甲上帝和好，
咱就完全符合上帝绝对圣洁的标准。像咱注意保罗讲上帝的义，伊唔是讲凊彩的公义，但是伊是讲上帝的义。意思是讲，这个义是咱迫切的需要，向甲上帝合好，这是对上帝来的。咱所需要的公义是对上帝来的，是上帝以家己借着福音赐予咱的。上帝是公义的源头，是伊赐予咱，赐予咱在做人的人。咱家己无有啥物义。伫以赛亚书64:6，咱拢亲像无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拢是亲像污秽的衫。咱拢亲像血渐渐高大，咱的罪孽亲像风将咱吹去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上帝义，通发通甲伊和好，因为咱家己的义伫上帝目内，甲咱亲像污秽的衫。保罗也是安尼款形容上帝义，伫腓立比书3:8-9，保罗讲唔但安尼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。因为我已经明白我主基督耶稣做至宝，我为伊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伫伊内面，毋是有家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。兄弟姊妹，咱需要着明白，这个义是对上帝来的，咱的公义。是只有法通对上帝来，上帝赐予咱伊的义，就是当咱为咱的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为咱死，伊就担上上帝的愤怒，付出罪的代价。伊埋葬，第三日对死来复活，就赢过死亡，付出罪的代价。兄弟姊妹，咱既然家己无有啥物公义，上帝的义。就是白白赐予咱，在这个怜悯赏予咱。上帝公义的要求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甲复活，伊家己赐予咱。上帝要求伊家己供应。公义是对上帝来的，伊是赐予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27，保罗讲这个义是本地信，也高地信。我得明白保罗伊讲这句什么意思。这义是本地信，也教地信。伊是咧强调信心的重要点。伊讲信心是偌重要，意思是讲咱凭着信心接受福音，咱也是凭着信心继续活咱的生活。兄弟姊妹，会拯救咱的信心，毋是单一的事件，但是伊是这个进行中终生的过程。伊有三个要素：第一，咱的思想。咱就明白福音的内容，明白耶稣是一罪，伊伫十字架为咱死，伊对死来过话。第二，咱用咱的心回应福音的真理，为着咱所犯的罪后悔，咱就悔改，咱得着上帝恩典，咱是喜乐感谢伊。第三，咱就决心信靠顺服耶稣基督，专心信靠伊。中心的根底义，最后保罗讲，亲像经典所讲，义人的确因信得生。我看到保罗是咧讲哈巴谷书2:14，哈巴谷先知已经是条只有伫信心的基础顶，才有通得到公义的真理。保罗是用这个真理加强伊的论点，讲义人的确因信得生，意思是讲。咱因信得救，咱阁继续活咱的生活，也是因着信。兄弟姊妹，福音是上帝的恩典，大救恩和怀相信伊的人，咱着相信，咱着该活出来。既然福音是上帝的恩典，大救恩和怀相信伊，咱着家己大声相信，该伊活出来。了后，咱着大胆的宣告。咱就骄傲的宣告传福音，托咱四周围的人。兄弟姊妹，福音不是咱要做见效的代志。无论咱啊受教文化，还是家庭，还是朋友的压迫，且咱的记得耶稣讲在路加福音第9:26，凡将我甲我的道
当初有通见效的，人主伫家己的营养内，并天白甲星天赛的营养内降临的时阵，也要将迄个人当作通见效的。兄弟姊妹，咱唔通以福音做见效的代志。咱来回答几条实际的问题。第一，我是毋是歹势将圣经放伫我办公室的桌顶？第二，我是毋是歹势伫社交媒体讲着关于耶稣的代志？第三，伫 Facebook 的 profile， 我是毋是敢讲我是一位基督徒？第四，我甲毋是基督徒的朋友，我是毋是敢讲耶稣的名？第五，出来若有人客，我是毋是敢托因看到我是一位基督徒？第六，人若问我，阁有啥物做遮尼好的人，我是毋是歹势甲讲我安尼？唔是因为我是真好，但是因为我听耶稣，我顺服耶稣。是最后，我是唔是伫公共场所加合别位基督徒做一下？比如讲，伫学堂、伫小组做一下，还是基督会？兄弟姊妹，请咱唔通为福音做见效，因为耶稣基督伊家己无感觉见效，伊伫十字架为咱的罪死。咱唔通为福音做见效，因为耶稣基督伊家己无因为伊伫十字架顶死感觉见效。伊伫十字架顶死，唔但是真正痛疼，是真正见效的代志。伊被钉伫十字架时阵，伊托人鞭拍，伊托人侮辱，托人批烂，伊的衫托人脱走。伊愿意忍受安尼款的见效，安尼款的侮辱。因为伊无愿意让咱踮伫罪恶的境地中，伊救咱脱离罪恶，愿意伫十字架为咱钉死。因为安尼，咱毋通为福音做见效，甚至咱着应该真正骄傲、真正剧烈的传福音、传福音的好消息。对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咱学习了两个原因，为虾米咱毋通为福音做见效？第一，因为福音本是上帝的带领。第二，福音是显明上帝的义。咱三个基督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差耶稣基督伫十字架为阮的罪来死。真侪时阵，阮感觉真见笑，传福音托阮死一位的人，阮真正歹势。求你帮助阮，求你赐予阮勇气，托阮激烈啊骄傲。宣告你的名，传福音托怀需要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。主，阮需要你恩典，阮需要你的力量，需要你的智慧。托阮袂为福音做见效，但是托阮是真正骄傲、真正激烈的传福音。阮感谢你，你赐予阮你的话语，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